立正，兄弟，请坐。来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搞咋？大家好哈、今天我来较尖管来讲这个农场管理健康了哈。王先生，好，这是我大概今天要讲的几点了哈。那么，首先我要甲大家声明哈，我本身是读电子哈，但是后来不务正业啦，转转为农业这方面来哈，结果呢误打误撞，就是。因为我也做个花花草草吼，即个生球啊、生盆栽，我真有兴趣，所以尾也说转为这方面来哈。咱首先来讲这农业吼，农业含水有真大密切的关系，那无水大概就无农业啦。好，所以咱对水甲农业的关系吼，咱爱来探讨一下哈。近目前咱台湾一年的年降雨率平均大概有2160毫米，那么最近这几年啊，气候的这个极端的变化哈，八八风灾哈，今年啦哈，三天就把咱一年的年降雨率弄得完了，过来就干旱啦。去年919台风嘛，同这个状况，就是讲连续做两三天的风台，那么雨量集中伫迄几天啊，落完了，过来阮屏东吼，即以我屏东的经验，就无啥物落雨啊，所以到冬天的时，真侪较浅的井就抽无水啊。哦，以后咱拄着即款极端气候的情形，会愈来愈频繁。所以真趣味的讲，那么以色列这个沙漠的国家，因一年的年降雨率较200毫米呢，但是无听因咧讲咧欠水呢。其实有欠水，但是因有办法甲解决掉。哦，啊，这以色列咱是有真侪代志，咱来向伊学习啦哈。而且咱这个农业吼。以前咱定，迄阵还阁蒋介石因咧甲咱通咧伫台湾的时，拢定甲咱讲，咱啥物一年准备吼，啥物吼三年准备啊，一年扫荡啦吼，无两年反攻，一年扫荡，五年成功。啊，迄阵伊定甲咱讲，咱爱战备，包括粮食嘛爱有战备粮。我即马开始较少听到人咧讲这个战备粮这代志。其实咱台湾，咱边有一个大落寞，时时刻刻想要甲咱吞食落腹。那么咱若无伫心理上做战备，也是物资上哦，比如粮食，也是武器，咱若无好啊准备，哦，咱来做即款叫做刺猬战术，就是讲。火要来，咱甲咱吞，伊爱付出相当的代价，安尼咱较有保障啦。哦，伊要出手的时，伊较会考虑啦。哦，那么农地作需要做水土保持，哦，包括山地也同款啦哈。只要是土地，咱以前拢讲，阳光、空气、水是咱的生命的三大要素。但是我是甲加一个土地啦，咱若无土地打伫即个实地上吼，啊，咱都外星人拢浮伫空中诶吼。这土地拢咱爱好啊甲保持，无论是山顶诶还是平地吼。那么，阮爸爸因迄代若看到杂草，是敢若看到万寿人哦，一定想要甲处理掉就对啊。哦，那么其实杂草，伊是真好诶物件。
伊会当保护大地，就是讲你若落大雨的时，迄、那个雨水雨珠袂直接冲击撞击地面，产生迄个土安尼喷起来吼，啊，准对雨水流去溪林流去海去。伊这个杂草算一个地被植物，哦，这上帝设计这个物件该处理。你若还是我再时要谈较济，再时啊，啊，迄、那个。你那一个荒地，哦，你那个用耕耘机个放掉，你无偌久草就家己发起来，哦，包括你咱山顶迄个有真济迄个顶个巴巴风灾吼、哦，莫拉克风灾，山崩了，你唔免去甲种甲种，自然就上帝就靠风甲草籽飞来，啊是鸟啊食水果了放的，伊就发一挂迄、那个。小乔木、中乔木、大乔木啊，灌木、矮灌木、地被植物，主人就会甲你富裕啦。其实人唔免想计较，你若卖去甲开垦，卖去甲动吼。以前就是种草如咧做生长吼，要五毛给一块。哦，迄山顶的迄个产业道路一直开，你开过开肠破肚，把遐泥土拢往这个山、迄、那个山谷。都用如土基准撸落，结果若落大雨。以前我做囡仔，毋捌听过啥物土石流呢。就敢若宋祖去做种迄个先用做了，土石流开始有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咱去甲破坏吼。啊，进前我会记一个敢若杜鹃台风，迄阵921大地震，好不容易拄啊。修理好的什么横贯公路，我讲要开通典礼的，唔知前几工落一个大雨，遐路伊阁歹一堆啊，煞到即种封山无阁开放啦吼。因为即个我要救我来时，迄、那个话术拢无吼。你注意看伊这若较白，这就是莫拉克风灾迄、那个山崩的现象，这有够多啦。像八条的迄个崩塌地，啊，啊，这个，这是我去年翕的啊，已经有开始有绿色的植物开始咧出来啊，哈，只要咱若无卖过伊个草叶顶悬遐树啊，哈，其实台湾日本人来统治台湾的时，因咧草很好记，哦，因是草四条、至六条只草条，迄粒头老咧，够好。二代木，哦，啊，哪个有够大，搁找，哦，三代木搁发解。但是中国国民党来，找无大根，挂根迄粒头挖起来，起来做迄个艺术桌仔面，做艺术品，哦，无论是内销外销，哦，因拢赚足侪钱。但是咱赚着啥？咱赚着土石流，因为这树啊，伊个根吼，愈大丛，顶愈深。发愈快，因日本人找，还佫会伫边啊种细丛的这个苗木落去。中国人敢若负责锄、锄、负责挖、负责收割啦，挂稻仔尾尔吼。啊，迄树啊拢几啊百年、几千年的吼，安尼许安尼破坏掉去。哦，你看这个，这是拄啊一个崩塌地，我经过我看了讲，你看一丛树啊，伊的根安尼，遮深遮低安尼。咧保护土地，吼、哦，就是即帮伊，就是无许慢掉，许帮伊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剩咧伊要慢掉咧，哦，啊，你看，即正百年来，自日本时代五十年，啊，国民党来六十几年，安尼，咱咧山顶挖遐侪树啊出去，不怪咱即几年啊咧遭受这个灾殃，吼、哦，不时就有土石流，啊。然后拄仔咧讲，以色列有足济咱爱甲学习的所在，因伫沙漠的所在，因嘛是爱食，吼、哦，所以因嘛是爱种植，所以因用一挂喷灌系统，啊、哦，滴灌系统，因为伊水，敢若60%-65%是靠迄个加利利湖提供。啊！因欠的水大概欠40%，要从对来。
因有25%是为回收的废水，佮重新过滤消毒，哦，经过这资料回收大概有20%至25%是回收的水。那么因佮发展一个进全世界上，那咧做海水淡化，因是上好的一个生产国，吼、哦，伊的技术啊，伊的设备，吼、哦，是上先进的，吼、哦，比新加坡较先进。那么因嘛是20%的海水淡化的水来提供因的民生啊工业用水，啊、哦，那么是安怎因的水，伊是沙漠地带，伊欠水。一年落200mm 呢，那会无听人讲咧旱灾？其实台湾的旱灾因足欠要用的，因无咧洗车哈，因的车你若用水洗车，会用提报讲浪费水资源，会开罚单。哦，你看伊这个就是滴灌的啊，微喷灌的诶设备哈，再、哦、有一条哈，伊、哦啊、这会当定讲你若你的植物。三丘要一丛，你会使定三丘一个喷头，吼、哦，还是五丘一个喷头。这中网这有一个定定的所在哈，这会当大家穿落去看哈、哦。这个所在就是要喷水的所在。伊的设计有一个迷宫，因为你的水呐，万一呐有过滤无好势，有杂质，还是有一挂小杂质集中起来，会去塌掉。啊，伊做迄个鱼骨刺的迷宫。有几个所在去甲塌着，但是伊中迄抓，迄个喷头还阁好个，所以因设计这个也有专利个吼。OK。那么咱台湾吼，因为进前水真丰富啦吼，地下水也真丰富，因为咱这个中央山脉涵养足侪水分呢，所以伊呈现落去伫下骹做地下水，所以咱台湾满世界拢有插这个井。哦，深水井，咱的农民大部分是用淹灌的，水铺在固在伊楼，后壁土地整理好平，啊，就小块铺搭好淹安尼就对啦。啊，这是一个水田可以安尼做，但是呐，果树这方面安尼做就足浪费水的，哦，因为你莫达铺出来，为遮要淹灭到上后壁遐吼。这些水拢一直咧渗漏落去，那么伊这款滴灌系统吼、哦，直接送到你的树丛迄个根部的附近吼，伊、哦、拢会送来伫伊这一丛一丛根部的附近。那么其他这拢打打无需要的所在，打打也较袂发臭。吼、哦，你若有土有水有阳光，草啊绝对发出来。啊，以色列佫有一个，虽然因历史世界大战以后，希特勒杀差不多600万的因的犹太的同胞，所以因有深深的感受到需要一个国家来甲因保护，所以因的这死不去的这些人，就坚决要爱成立家己一个国家，虽然因已经向灭国灭2000几年了。因四散到全世界，但是二战了以后，因决心要建国。啊，当然美国的这犹太裔的人啊，甲因斗相共，真侪，所以伫这个中东的所在吼，创立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。但是这个国家真趣味，虽然有德国的希特勒安尼甲糟蹋，但是因趣味哦。因的特拉维夫的机场出来，客轮车。是用面子的，现在伊要用面子。第一，我那算你甲糟蹋德国讲，啊，恁的车是来我那做计程车好尔。哦，啊，事实德国车足用的，伫沙漠地区哦，跟其他的国家来的车比起来，伊耐用度拢比人加咧2倍至3倍。啊，以色列犹太的民族因都足个德胜盘，伊讲会好呢，甲你糟蹋，但是你的物件较好用，我嘛要甲你用。好、哦、，OK。啊，唔好像讲咱哦，啊那，阿强物件拢袂用得，嘛不一定啦，吼、哦。咱若来发展高科技的物件，哦，那咱卖迄阵
李登辉啦，还是这个阿扁的时代，有开放去中国投资。那以前蒋介石甲蒋经国咧欢的时，有几个人敢去中国投资？咱尾后壁才会较民主化了，煞足侪人拢去中国投资，甲咱的台湾的技术、资金管理的这个技术也拢炸过，煞教因做一寡原来较高科技的物件，煞来叠咱家己啊。其实咱若甲伊，咱日本人较巧啊。你讲像儒良，迄阵台湾敢若一间汽车公司，日本的尼桑授权互伊做啥呐？是日本淘汰无来的车型，遐模啊，哦，甲引进，卡来授权互你儒良啊做。是伊引进内底核心技术有一部分。绝对是美国原，那么日本原装，你来互你倒去哩。迄粒你若无倒去哩，迄只车也袂走。人伊有保留，差不多三步。哦，总共你卡到，甲其中一步学起来，后边嘛还有两步，伊都甲你掌控。这个技术一定有核心技术来掌控掉嘞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儒良啊，都叫你上个电视死啊。啊，无多你家己中国人，你含慢啊。現在就是說，在咱家己會使講自作孽哈，去教中國人教到攏會曉啊，所以現在連筆記型電腦、較高階的手機，攏中國生產的。你講要想要買一支啊手機啊，萬幾塊的哦，嘛是我變改吼，我一支是烏克蘭做的啦，啊，進行一支是。我计是讲万几块，应该，若毋是中，迄个台湾做，啊无嘛嘛韩国，啊是其他较先进的国家，结果，我那买电签啊，啊伊佫拢该藏伫啊，你着爱电池拔开，你佮看会到啦。所以，咱应该爱分工啦，就讲，当初若蒋介石佮蒋经国迄个时代安尼保持，咱莫佮伊伤密切接触吼，咱的技术、咱的人才留佮会掉，啊在台湾生产较。高阶的物件，低阶的物件，互中国去生产嘛。哦，都敢若像咱较早，美国、日本、台湾，咱三个分工。美国伫徛伫最高端，日本徛伫中端，啊，咱迄阵生产，咱拢生产五金一挂小零件嘛。咱若安尼分工，啊，甲中国原来当作咱的分工的下阶段的，安尼咱台湾是较一定活较久长啦。好，啊，来讲这个粮食甲咱的国家的安全，民以食为天呐，吼，若无饭通好食，大家都想胖想胖啊，要来偷要来抢，吼，所以一个国家的政策上基本的，都要让所有的人拢食会饱，吼，穿会烧安尼。那么以前咱所读的中国的历史，因所有的叛乱史就对了吼，伊咧甲各个朝代咧甲变过的时，大部分拢是发生伫饥荒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哦，所以咱对咱家己的粮食，目前咱台湾的粮食的自主率啊，自主那个，哇，那台语说。有时啊吼，因为北京伊以前讲了惯势，啊台语煞无啥会晓讲，安尼有时啊夹子，嘿，自给自足率啦吼，差不多32%至34%。啊，因为即摆少年的吼，拢较食为西方的素食文化去，吼，拢食面食去啊，面包去啊吼，所以咱的米煞这方面煞食较少。啊，你若生产过量，价钱歹。农民就愈无爱种，啊愈无爱种，政府就讲啊要进口粮食来便宜物价，哦大家有通啊食，但是这有一个隐忧啦吼，都万一若阿强啊去配兵啊，甲咱台湾封锁的时，那一寡物资无法度进口入来，哦咱要安怎？好、哦，啊所以我是真担心这点，啊尤其即马看糖厂即马。敢若留两个战备糖厂咧生产蔗糖以外，
村的那个糖厂的用地哈，拢出租予一挂农民，啊，有一挂拢咧平地造林，啊，这个平地造林我是有意见的啦哈，因为你即马，啊，佮咱政府佮用一个休耕政策哈，等下我佮来讲哈，即马想讲，这个粮食佮咱的国家安全，就是讲，唔通冲到红色了，台湾人无通食，就家己为了抢粮粮食，家己自相残杀。哦，你无心情，无得通去跟阿强啊对抗。哦，这个休耕政策我有意见，就讲，你叫伊休耕，啊，政府得搁摕税，人民的税金钱，就人地搁甲补五千。哦，那么休耕久了，这农民第一个分担去，第二，遐个唔是干呐发杂草尔，即卖连树木也发出来哦。树木若发出来，你以后要搁种地，就爱种机械较有法度整理啊。啊，你若动了种机械，啊老百姓哦，啊，搁开遐个钱，搁袂好啊。啊，若恶性循环，到时遐地拢会荒废歹去吼。好，啊，即卖来讲藤青的这个。平地造林，我咱啊山顶吼，树啊好啊，保护莫甲破坏，莫开一挂遐产业道路，莫鼓励人民去山顶种啥物高山蔬菜啦，哦果树啦，好好啊平地种就好啊吼。但是平地造林毋是歹，你着爱找讲遐较歹的土地，哦你甲造林，我较无意见。啊！迄石头地，迄较歹耕作的，啊，是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啥，较挖这个溪边行，较会叫水挂迄个所在，吼、哦。这个，咱啊，造林应该是山林遐个较浅山吼、哦，咱较会当到位有崩山现象的所在，咱去甲富裕，甲种一挂。生根性的植物甲电互调，哦，这个对我就较赞成。啊，若在平地，平地是咱人会当小区域甲造林做一个休闲地区做咱的一挂活动吼，农民咱要多烤肉吼，迄类似公大公园迄款的吼，较原生的公园，迄我就无意见啊。啊，即摆讲农业甲环保，就是讲咱台湾人吼。平均一年，每一个人拢差不多用九公斤的农药。啊，因为农民吼，甲消费者这是互相的关系。台北市的人吼，都市啦，莫讲台北，都市的人，伊买青菜吼，拢爱看哦，看甲足水的，无虫孔，无虫洞的，无虫食的，伊讲哦，这种了足水的，结果迄农药用足重的，啊，因爱食迄款的。啊，所以农民就药啊，煮哦，当卖哦，糖来食，啊，送药都市人食。哦，我捌听讲吼，都市人身体作用的，我煮较重伊嘛食。我这真害啊！莫怪讲病，迄病床拢无够，大家食食的拢去大医院吼，迄、哦、拢慢性病嘛。好、哦、，OK。啊，西游记的咱嘛全世界排第一名，啊，就是咱食太侪毒类吼。哦咱的肝脏啦、啊，咱肾脏拢负荷不了，哦，饥饿就爱西游记啦，啊，肝硬化啦，大因吼、哦。啊，这个你把这个环境弄个喷遐侪油啊，遐油啊，拢会留伫个土壤内底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讲啊，你着水果啦、菜着较侪洗落啊，啊，伊若为土壤诶根疏开，拢伫个内底里边呐洗。用高接机夹到嘴，卡来个分离安尼，我麻烦啊。哦，所以尤其一寡地方这个农业管区的乡镇的这个农药商，农民呐发现讲啊，我这得什么病，会病虫害。这个卖药的药商，伊袂去现场甲你看，甲你判断讲啊，这是什么虫，爱铺什么药啊，伊唔是。伊甲你派五六种，敢若像咧拍山鸡，咱
敢若五六千支做一个单就对啦，五种药啊，吼、哦，用包的啦。安尼是毋是迄个用药量就增加？你若针对一种病虫害，一通克一通安就好啊？伊毋是啊，伊有菌药啊类，虫药啊类，吼、哦、啊。啊，有时啊，两种的无同款的。啊，你用药，照讲是，因这药商爱经过咱的农委会考试合格，才会当去开啦。你看咱的医生馆，那医生都要读七年的药院，哦，爱去考过医师执照，才会当开药方。啊，农，遐卖农药的照讲嘛爱用这款制度，啊，无你使咧乱排。哦，你爱先分讲这是虫还是菌。第这两个先分嘛，好、哦，好，啊，即马咱的都市，多谢，甲咱的乡村目前吼、哦，城乡差距，无论是教育还是生活水平，拢愈久愈开。我伫庄脚，我看各庄脚庄头的庙口，拢一挂老大人，迄个年纪较大，就是讲。有的是工厂退休回来，还是无头路，去都市用裁员回来，伫庄卡，拢伫庙口咧创啥？行机器啊，拍牌，啊卫生。其实我个人的观念啦，我是认为我较希望我活到老做到老啦，只要会叮当，因为你愈会叮当，你的身体愈健康。我看一寡文献的报告中，真侪都市人，伊做公务人员退休了，无偌久身体就一直歹啊。第一，伊无生活重心；第二，伊无啥运动。都市较无运动的空间嘛。那么咱庄卡好佳哉，要有土地，你来田家兼种一寡蔬果，哦，家己食，家己种的，家己食嘛较安心，吼、哦。你去外口买，但唔知是买到有农药、重金属的无，拢唔知吼、哦。那么，咱这个农村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讲，咱家己有家己的一挂小土地。你若伫都市失志、失业，吼、哦，咱会当倒来庄卡，庄卡甲你接纳遮个人，卖去做一挂怪抢骗的代志。啊，就倒来庄卡，庄卡人也较有。感情啦吼，靠乡土味，大家互相关心，吼、哦，会当互相取暖，吼、哦。算农村是会当吸收真济失业，伫咱今目前这个工业的社会吼、哦，失业的人，会一个安慰所在啦吼、哦。啊，但是，开始多久啊？我以前台北市我也住六七栋，啊，迄差不多二十五栋前，迄阵都市。车辆愈来愈多，啊，空气污染啊，塞车，我就感觉作烦了。我倒来庄卡吼，伫屏东，就安那如鱼得水。以前我伫台北，伫迄个日本的 Panasonic 公司制度袂歹，但是都市的生活都我庄卡大呢，总是不对劲。我倒来庄卡了吼，我感觉真好，尤其我做农了吼。有咧流汗，有咧叮当。以前我差不多平均过半月至两个月感冒一次过来，即马一年咧，一年要叫我感冒一次就拼到哈。哦，啊，即马咧讲，中华民国这个蒋介石啊，因这个人来，伊安怎甲咱台湾人创到安尼服服帖帖，四波呢？二二八屠杀精英。有法度反国民党的，一定是爱头壳作好的人。但是伊都有计划性的，甲利用二二八事件，甲咱台湾人、日本人替咱训这五十当所生产、所培养出来这些台湾的精英，差不多杀到剩无几个哈。这第一招，第二招。用四万换一块，
你进哪有四千万的人啊？四万甲你换一块，你拄啊存千块。哦，咱一千块一工就差不多开掉去啊。哦，你偌好呀？迄阵有一个人，哦，我听一个故事讲，伊欠好不容易欠二三十吨的钱，讲要来买材料，要来起大厝。结果迄个四万换一块吼。啊，剩差不多会当起一支条啊，尔。啊，迄个人准吊刀自杀，因为伊家伊个某囝、甲伊个妈妈呛讲，伊有遮钱要来起一间大厝，结果剩七支起一支条啊，尔。好，那么伊个甲咱台湾本来毋捌个机缘，结果因来甲咱个糖盐米，哦，拢运去上海倒卖。因为迄阵国共内战，因中国迄边物资足欠的，所以迄边的计较足好的。那么伊这边大家一直印钞票，用纸甲你换食物，用纸甲你换米、盐、糖，哦，这个民生的必需品。啊，所以印甲伤济了，当然就以后伊就阁用一个四万甲你换一块，阁甲你洗一遍。啊，咱台湾哪会堪你安尼会洗哈？哦啊！伊这个四万换一块，就把恁台湾人的好家人拢变善车人。你若要造反，你无钱，通好买便当好，要甲你斗三工要造反的人，无饭旁家就惊袂惊啦吼。要怎去反呢？好来，啊，佮创啥物？耕者有其田，山区有简租。伊若毋爱甲这耕者有其田带。中国去实施，哪会带台湾来实施？台湾迄都毋是伊个地啊！我来叫你讲，恁兜遐个田拢分分互伊，迄毋是我个，我讲作去讲个，叫恁做啊！所以大地主伊嘛是地方个属性，伊会当号召一挂人要来向国民党哦，即个政府来抗议个时，结果你变小地主伊啊，你嘛无钱啊，哦，安尼免得反。来，啊，剩的若处理不了的，后壁搁对一个长期的白色恐怖。你若讲话无合国民党的意，伊拢派一挂尿白啊，的细胞潜伏伫咱各所在，咧甲咱监督。所以真侪人就，你会讲，莫名其妙，迄人较无去，拢掠去啊，我爱甲你做，甲你掠去绿岛吼，甲你洗脑就对了哈。啊，用这个白色恐怖来继续，互恁咱每一个心中拢有一个自我限制的小警钟伫心内。咱想要做啥代志，爱想讲，这安尼做，唔来互掠去呗，吼、哦。我是真钦佩大家即摆坐伫遮吼，咱遮拢唔惊死的，拢台湾意识足强的啦，吼、哦，较就唔惊啦，吼、哦。OK， 好，啊来进入主题啦，吼、哦。我来讲我的绿美化植物甲果实的介绍。那么假包果就是我尾下会转行转来做农，就是因为这个树葡萄哈。这是正规白，伊这个树啊有一个好处，你拢免去甲修剪，伊自然就发安尼圆圆哈，所以会当真鲜刚。你在哪里做行道树吼？规排足整齐啊！啊，这是三月份伊换新的叶仔状况啊。拍一下，这差不多变过。这个是土脚乌起来啊，准备要上去这个园艺店哈、啊，要卖啦哈。啊，这即马树葡萄有两个品系，这个是小粒种的，这差不多这粒。啊，这大粒种的，差不多这粒，哦，差不多有三倍吼、哦。啊，因为这个拄啊种五年，差不多五年啦，所以还袂生。这树葡萄上少要种七年才会生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这个树葡萄二月份咧开花的状况哈，这个开花，这个花足特殊的香味，
大概是介于这个玉兰花甲桂花中间这个芳开，足芳的。我迄阵种三百，第一届种三百丛吼，做一届开吼，哇，迄香度伤过浓，浓甲会臭，芳甲会臭啊！啊，若一丛好，足芳的。啊，我阁有发现一个，我会记十几年前迄阵咧开花吼。迄蜜蜂安尼咕咕叫，安尼足多啊！即几年啊，无啥物蜜蜂啊，安尼三三两两。即就是咱气候变迁，啊，佮即个农药用伤侪吼，一寡小昆虫拢许咱佮偷死啊！啊，即花咧开，哦，啊，即成果，即开始咧成熟啊，开始咧变乌，就是要成熟啊，哈。啊，即会使讲三代同堂啦，咧开花。啊，有含苞的，啊有青青，啊有开始咧成熟的哈。啊，即，阮迄阵第一届，其实我种树葡萄真趣味，就讲，我是去摄迄个高雄市，迄阵有一个大通百货公司哈，迄阵算阮高雄市上大间的百货公司，啊，伊对面有一个中央公园。有一个体育馆，啊，迄个所在，迄阵拢三差不多二十九当前，高雄市还袂有花卉市场啊，吼，无像讲，吼，迄阵台北有一个建国花市，啊，高雄还袂有，啊，结果迄阵十月份有一个所谓中华民国的光辉十月农特产品特卖会，结果就家己农技所的人伫遐咧卖树葡萄的这个小苗。拄啊发六叶啊，伊甲我讲，迄两年啦，两年中拄发六叶，安尼喷啊面起来，安尼差不多十公分啦。我问讲爱偌济钱，哦，伊讲迄百五，诶，二十九头前，二十九当前百五块，好，即马可能头六百块。然后我就趣味趣味，我有看伊一个相片，类似安尼，迄内迄树干拢啊生葡萄，伊讲啊，即个叫树葡萄。我就甲买了十几张，含伊交换名片。到第十天，伊敲我讲：“潘先生，我要转去家己啊吼，啊我早350张，大概还阁有300张，半价卖你，一张几十块了，324，我落了，嗯有哦，好，总甲买起，戆戆啊甲买啦吼，买啊就转去整理阮爸爸的。”大概分外地呢，我叫阮爸爸讲，啊，你著甲种啊，顾卖许草啊砍死，卖许打死安得啊。啊，我每一年拢会返去看几摆啊。大概伫第八年个份，将我返去巡迄个园啊，嗯，奇怪。啊，阮兜都无饲羊啊，啊，我知影，阮附近也无人咧饲羊，啊，土脚较全羊仔屎。远看啊，就一粒乌，拢太全羊仔屎。即摆阁行较歪看，哎、欸，树仔顶也有啊！哇，迄个生唔知影伊啊！哦，搬来食，吼、哦，够好食啦，芳够甜啊！吼、哦，我著足兴奋嘞！我著叫人来喂篱笆，吼、哦，啊，为了发了伤客吼，甲刷开，300丛拢甲刷开，我著安尼无心插柳，柳成荫啊！吼、哦，著一片啦！啊，即摆，即著迄。29年的老树，这树我较趣味哦。迄阵开始卖我迄个人，伊也知影讲我这应该爱生啊吼，伊就往那咧找我，我就看来看，哦，真爱生啊，啊，就问看一丛偌济，我甲开2万来买去，啊，即嘛就风声就出去啊。啊，另外其他人也咧找我这来，啊，开3万嘛买去。愈来愈侪人来找吼，即马来就讲，大生就讲看对长会生啦，会生拢先买准。过来后壁来讲，看者，啊你只上大长诶一对，讲差不多即三长上大长，啊你家己拣，啊偌侪，嘛6万甲开嘛买去。我即马知影讲，因拢来拢要买第一名，过来我就甲开8万。
嘛买去，伊国外在，就因为外口350张，大概有310张伫我手里呐，啊40张伫流落伫全台湾四个。啊，我伫不在世界看到，哎，有人点广告迄个树葡萄，我敲电话甲问讲啊，迄伫家己，伊讲啊，黄先生请教啊，你个树葡萄安怎卖？伊讲。啊！你算球啊，算偌久啊？我讲我拄仔咧算啦。伊讲安尼，你买袂起啦？哦，甲我讲我买袂起呢。讲无要紧啊，无去看开看偌济吼。啊，若买袂起，我就无会讲。伊讲，迄一张爱20-30万的啦。哦，我讲哦，啊人开20-30万哦，啊我这我开5万-6万，安尼算够有良心的呢。哦，我就调工。过几工了，我就找时间，我就开车去甲参观。结果伊讲，伊去全台湾拢去找，甲遐大档拢收倒来，拢买倒来，拢伫。伊讲全台湾的大档拢伫我遮。哦，我心内暗爽讲，哦，啊你讲讲你20-30张呢，你唔知我200-300张。啊，我放点点无，也无甲讲啦，我就倒来。个人，人咧人来，我就。开了作新安里的，上大堂的偌济，10万，蛮袂起。好的安尼吼，啊，咱台湾人就是拢有迄个大头病啊，拢要拼第一，吼、哦，宁为鸡首，不为牛后，吼、哦，台湾人有这个大头病。啊，但是我其实吼，讲实在。我足需要因这款人，唔靠人来甲我买，对无？拢买第一名，而且伊树葡萄开始为土面这个根部才就开始会长生啊。因那边发一条根脉生哦，哦，而且绿色会变安尼，哦，开始转乌。啊，迄阵拄开始见乌，我着办啦，结果无好食。乌板的时，还过迄个鸟巴拉味足重。这树葡萄，你第一工当乌，我若搬落你家，你会讲按鸟巴拉味；第二工搬落只，伊讲熟起来味；第三工搬落只，伊讲有奶汁的味。啊，后我听上这就是迄个山竹，迄泰国的山竹，迄味跟山竹介共，啊有百香果的味。就拢我听讲有6种口味，不同时期办有6个口味。啊，上好食是伫差不多第8天甲第9天办，迄阵伊煎甲皮足薄，啊，伊个果酸拢已经转成果糖，哦，迄阵个风味上好，足香佮甜佮好食。啊，你若佮较慢慢吼，伊就开始迄落后座迄个变有迄个葡萄酒的味就出来，尤其寒天。寒天哦，伊伫树上会当存留较久。寒天无水啊冷，所以伊生长速度会较慢。本来若开花了35天，夏天就会当办。啊，若寒天差不多爱43天至45天。啊，所以寒天我都爱等落安尼打包去吼。哦，迄只迄个有迄葡萄酒味，啊，迄个甜味好足好。啊，结果吼，这毋是咱人爱食尔呢。迄连鸟嘛足爱食呢，鸟啊吼，都我趣味诶。我一工咧困中昼，啊听外口迄个白头翁拢足爱好食我诶树葡萄，哦我足受气诶。但迄工吼，迄只鸟啊外趣味，甲我讲，伊讲一般因咧叫拢巧克力安尼嘛吼，巧克力吼安尼，啊迄只讲安怎呢？伊讲食骨力，水骨力，食骨力，水骨力。伊讲伊食骨力，水骨力啦。哦，我听着，哦，要分离讲，啊，我好不容易安尼，静啊，你甲我食去，啊，佫拄仔甲我呛声讲伊食骨力，水骨力，食骨力，水骨力，食骨力，水骨力。哦，哎，规工透早食到暗，啊，醉茫茫安尼就对啊。啊，另外一只佫较注意，迄只有学过数学，伊讲食几粒呢？即种煞是骨力，即种煞是骨力，
伊讲伊食六粒啦，伊要死落来。好、哦、啊，今下摆我落去买鸟网啊，哎，规只安尼个，伊买鱼网，我东港遐有迄鱼网啊，工厂咧卖哦，渔船啊，迄款鱼网啊。我想讲迄肉差不多只啊肉尔吼，迄鸟死啦，天遐可以飞袂入去。结果毋是像咱所想的，我开万几箍，啊，佫叫工人倒用安尼，吼、哦，开算开两三万箍，佮我工资，哇，无效，鸟嘛伫内底食。好、哦，我就甲观察讲，伊是安怎入入去的？结果伊是先歇伫网啊，啊，像个用迄个钓单杠啊，阵陷入去，头阵陷入去啊。我无猜，我咧围网啊，围到要昏去。我好，你入去好啊，安尼你保死的。我迄十几年前，我买一支 BB 枪，台要甲拍，要甲弹。迄阵敢若还袂有迄个啥物野生动物保护啊，所以即马讲无要紧。叫起来，好作新闻。我你给我网啊包伫内底啊，你飞袂出去。你死啦，天只开是变哪飞出去？结果伊毋是，伊看到我来啊，不慌不忙，看我要挖啊 ，BB 枪举来，伊个，我出去啊，出去啊，我被打败了。国不如三种，可以买较细白个，佮较细空个。哦、我即马讲了细工了，够趣味啊！即马网下来围了个涂骹，有一工，哎、欸，鸟子也嘛做来食，啊，规只甲我爬起，啊，食规只，啊，住迄个树头只吼，树干下骹只乌坑安尼，哦，都伫个另外头部乌坑，啊，有一工，我兄哥吼，看到讲啊，一只蛇迄个，伊撑着网啊，撑咧啦。伊可能要入去内底食迄个鸟，鸟鼠啊，空啊，食鸟鼠啦。啊，迄大头已经软入去伫迄个空内底，啊，尾溜伫外口。啊，即阵阮兄佫着招我讲，要甲迄只大只甲阮卖细只。啊，伊即嘛着举一支锤啊吼，迄蛇已经软入伫个鸟鼠啊空，伊个蛇头甲刺咧，叫我救啊，要救我出来，要用迄、那个。咱个夹子吼，把伊个蛇嘴巴甲夹开，来蛇夹吧。伊有一款咱个迄个文具用迄大机迄无？哦，咱个食饭咧夹桌仔边迄无？迄比蛇较大个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涂骹就全花甲全臭啊，啊，蛇尾来滚地啊，啊，我就叫我有后壁救，救、哦，救一出来爱着刺嘞，救一出来搁刺嘞。啊！叫我尾也出来，阮大喊一声讲：“嗯，啊，他也是尾啊！”啊，我这边唔得头。伊讲到尾啊，我转安尼，我这边头，我阁无注意看，我凊彩杀，我上尾啊，凊彩杀，我孤咧安尼凊彩杀，我听来讲尾啊尔哦，我立定跳远，可能唔捌跳遐远个，哦，我直接跳中远个去。好，这样呢，结实累累哈。反正这有光害，迄个、迄个那边的阳光太强，啊，无这是安尼乌甲发金，安尼翻金哈。好，安尼乌金乌金哈。哎，对啊，伊。哎，拢无，伊个稀有个干生果，伊个介趣味，伊堪鸟巴拉共科个，伊头颈两科，堪恁母嘛共科，哎，种啊，但是鸟巴拉伊种生伫迄个末端，啊，伊是稀有个干生果，啊，恁母伊嘛是干生果啊，对啊，哎，伊都堪伊共款，伊两个拢头颈两科呀，哎。我是咧育苗啦，我拢慢开，请厝边隔壁到家吼，阿姊爱行我。啊？哦，无啦，迄拢信用啊，厝边隔壁。哎，食，哎，你嘛是食几日水果哩？
好，来，那今麦来讲三叶樱哈，哎，这样讲热带樱花，啊，讲平地樱花拢会在。好，而且每一类拢像兰花，哈，朵朵是兰花。啊，伊含苞的时是较粉红啊，哈，啊，愈开愈白。啊，但是这个就种唔着品种苗哈，你看，咱头拄仔花是头个95%拢花，啊，这倒变95%是树叶啊，啊，这个种唔着品种就会产生这种水的结果了哈。诶，有人较贪便宜，啊，就讲，嗯，啊，人一丛较偌济呢，啊，你才卖偌济，我讲，因为品种无同吼，无法度做比较啊，哈，所以。啊，就有人种唔对的了，他过来搞我买，安尼敢有较俗？哦，比如讲，伊甲别人买一丛3000，啊，我一丛卖1万，结果伊开3000了，爱过来搞我买1万，伊加起来爱13000，啊，伊种的工呢？哦，对不？伊重复种的工，哦，所以品种真重要哈、哦。第一来种个品种，爱种个对。这种叶花，啊这，每一类敢那兰花哈，你注意甲看，伊含苞红的，啊咧开的是粉红啊，啊愈开愈白，啊，啊那要谢就变白啊，啊这大概4月份的时，那个自由时报，伫阮屏东地方版有来甲我采访，啊就翕一张安尼哈，啊迄、那个来我就甲介绍咱民政府安尼。两个记者，一个《民众日报》，一个《自由时报》，一男一女来，我就甲介绍咱民政府。哦，我看伊迄面相安尼，像个青春春嘞。我要送伊一个迄个公民权利法案，唔敢收嘞。哦，你看伊个，迄、那个心理的小警钟啊，较严重。哦，这个开的是吼，啊，《自由时报》就甲我砍了几工。哦，就阮迄潮州火车站啦，派出所分局作劳力嘞，甲一个人去问，因为报纸袂当电话电话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无法度甲我连讲，啊嘛袂当牵住字，所以因就爱去四界问，哦，好不容易找伊到我遐，看到就拢伫落车就哀哀叫，吼、哦，才遮水，哀，佫讲吼。哦要知影你才有遮水诶吼，阮都免顶礼拜去阿里山寒甲要死，阁无开甲你这遮水，吼、哦，啊即摆学了，阁来变面，吼，看下你有够歹找诶，啊无要牵电话甲组织阮安尼四界问吼，问几下工，甲问到伊遮来，安尼，我有够无辜诶呢，啊争水水阁风险吼，好，啊这就是，因啊，吼像即个时阵，啊这我前几工拄翕诶。伊花谢了，开始出新苗啊！啊，差不多两礼拜就发到青青啊。迄、那个，迄窗门关较细了，人家茶杯拢飞变过啊。来，无互恁休困10分钟啦吼。啊，下一节课他过来讲吼。OK。立正，敬礼，休困10分钟。